嗨，大家好。就是我改名字叫做伊布城，那是被人改错。好，没有关系。而且我很久没有拍片，是因为在忙要升国中的事吧。对的。然后，而且也已经开学，所以就要走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，先介绍这台我。就是后来最近做完的这个两用式贩卖机，你可以投钱投在这个地方，你也可以投钱投在这个地方，就用插卡方式。那如果你投钱投在这个地方的话，用插卡方式，插卡只会有一个作用叫做帮你退钱，就像 ATM 那样子。可是我不太喜欢，因为我板子做比较长，而且不见得会退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今天都是使用这边 ，OK， 然后这里是退币口，把它翻开来就可以拿钱了。对的，那我们先投币吧。一次10块钱，我里面放的是一些仿真的那个小蛋糕橡皮擦。这里，然后我进一点插卡，这边是插卡的。今天我得到一只这个，那这是可以分开的哦。好，我们再，哇，天哪，没有对准。OK， 那么我们再来投钱，这边有很多钱，对，都是钱。然后我们来投，后退一点好了，过一点，拆开，我拍一下。OK， 然后它在旁边，所以我往下部分擦，因为有时候它会跑旁边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继续擦吧。然后，哎，怎么擦不出来？可能是，看一下。我刚刚看到了，是在旁边，所以我没看到。他已经跑到旁边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刚刚就是跑旁边，我后来看到，然后再来。对的，我再来就看，我们再来一次，10块钱，我要准备2块钱，还剩两个，因为我一次掉四个。马卡龙，这是蛋糕，这个是甜甜圈，然后对我刚刚抽的是马卡龙，马卡龙也是可以分开的，只是分开比较中间，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分开的，对的，橡皮擦我舍不得用。好，我们再一个，投进去，推吧，推一下，它就出来了，这是一个泡芙，对的，一个泡芙很可爱。对的，泡芙。那么我们的钱就从这里呢。球刚投4枚，10块钱就在这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内部吧。如果要补货的话，我们从这里弄下就可以，因为单手操控就很方便。对的。然后它是长差不多是这里。我们投东西，因为只投一个，我看的会比较清楚。清楚，对的。OK， 然后先投钱，投钱的部分吧，大概就可以了。对的，那如果你要看的话，也是这样一个。然后投钱，它是投这。我们就可以拿钱了，先掏钱。对，然后这边的部分就是插卡。对，这样的话是连掏钱都不用插卡就可以。那第二个，我刚刚说的第二个部分是中间啊，是这样，有时候它会跑出去哦，怎样啊？可以，没关系。我说的第二是投钱部分，找到那个我们插卡孔，
用力一推，一两，有时候它不太顺。我先，它就出去，看到吗？哇，自己不能放大。然后，对，就会是这样子。那边也有个投币孔，可是呢，我不想投币，因为投币要跑到那个下面，建成的下面就变成说币你要从那边倒出来。对的，然后这里是这样子，等一下，好，然后。最后你看我的钱在上面，然后我的卡蛮难推的，这样这样推钱就跑出来。那这边一个洞是因为板子太长了，所以就是不太好弄。然后这边是我的隔板，就是怕我们东西掉的时候掉到这边来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对，然后这边是那个鞋板，对的，这个呢，全部都是用热熔胶粘起来的，对的，热熔胶。对，那么喜欢我影片的人，请在下方按赞或是订阅哦，拜拜。